成龙仔仔房祖名曾经在2014年包食大麻，令他的演艺事业一落千丈。他近年行事低调，很少现身公开活动，日前就曝光了行踪。他出现在大麻巨乳 DJ 女神男星女 Amber 的社交平台，即刻成为网民的热话。见到他们一起揸住一支酒，女仔就打扮性感，穿上了一件黑色的吊带背心，身后只得几条绳绑住，而祖名就露出灿烂笑容，似乎玩得很尽兴。其实他们一早已经认识，在去年七月 Amber 曾经贴出和房祖名的合照，但他之后就将贴文删除。 Amber 出身在马来西亚，近年就在台湾发展，身兼 DJ、 演员、平面模特儿、小提琴演奏家、网红等等的多个身份，去年更加成功打入全球最性感 DJ 排行榜第九名。